什么云上丝的花魁？我觉得没有我好看。参见皇上。燕统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皇上找我有事。有事？有大事？啊，那进屋说。哎，别，在这说也行。哦，好。小强子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？嗯，差不多了。燕统领，你觉得小强子这人怎么样？皇上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是觉得小强子有问题？没有，朕就是随便问问。他一个小太监，何至于让皇上这么伤心？没有啊，朕就是觉得吧。哦，对了，燕统领，你觉得小强子跟别的太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难道皇上发现了府下的秘密？皇上觉得他和其他太监不一样？没有，都一样。皇上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哎呀，朕最近有好多烦心事，要不你陪朕走走？好。难怪皇上刚才那么问。以后没事，别随便在房间把头发放下，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？这哪有别人啊？这不是在房间里吗？就算在房间，也不能把头发放下来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：初月好看还是我好看？初月，那我要是穿女装呢？就算你穿女装，初月也比你好看。你别走，这谁绣的？我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哦，初月绣的是吧？你一直带在身边啊？还给我。烧黑了还留着，你闭嘴。燕长云，我对你那么好，现在还不如这个荷包是吧？不如。你还会刺绣？我娘非让我学的，说姑娘家不学女工，长大以后嫁不出去。那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蜀玉花呀。蜀玉荷包，这倒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。蜀玉怎么啦？你难道吃我的蜀玉不香吗？香。那不就得了？等我绣好了，便送给你当聘礼。好，那你拿了我的聘礼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